采摘。那人农场家住的这小楼里，然后这边是工作的地方，这边就是农场。一人拿个桶，15块钱一桶摘蓝莓。臭小狗子！哎，我摘一个，我吃一个啊。这个是吧，大的。哇，真甜啊！尖，对，吃自助餐了。哎，吃饱费了啊，吃饱费了。拴着狗，我先开始吃自助餐了。别，等会儿。哇，这个这么大，这个这么大，等会儿马上。刚下完雨，你看这正好，清清凉凉的，干干净净的被冲的。这红的能吃吗？我尝尝。哇，真甜啊，水吧唧的，摘都不用摘了，直接上嘴。哇，真爽。这回头录完以后放 YouTube 上，不会被当成罪证吧？到时候呈堂证供，哎，不能喝那个水，爹给你带水了，塞西，过来。你才摘这么点，还不如我吃的多呢。这时候个头的优势就出来了，1.8米的个儿，上头的那些大的蓝莓，他们都够不着，全被我吃了。羞羞了。哟，这不会是打靶的地方吧？真得打靶的地方。走了，小心。说实话啊，等会儿去结账的时候啊，得去跟人老太太承认一下，刚才咱们在那吃了点儿。如果她觉得吃的不多，那可以不加钱。但是如果她需要咱们加钱，咱还得加点儿。因为刚才确实我吃了大概有多少个，20-30颗吧，我自己数了一下。咱不能说吃饱了，但是反正刚才挺口渴的，现在已经不渴了。但是咱不能白吃人家东西。跑不动了，瞧你那点出息 ，Sarcy。要是有冰淇淋采摘树就好了。一转眼的功夫，狗就不见了。在找着的时候，跑到人家这门口吹空调来了，臭不要脸的。从小就那么好逸恶劳，是贪图享乐。塞尔西，过来。刚才是不是自己又吓跑了？啊，是不是又吓跑了？啊，错了吗？完蛋玩意儿走不动了，趴在这。走了，塞尔西，走了，起来，嘿，起来，快点，走了，快点，爹再去吃一轮去。你老在这趴着，怎么我还怎么吃啊？起来。快点，刚才我进去跟老太太说，我偷吃了点。那老太太说你很诚实，她说谁来摘都偷吃，而且她说她到他们家隔壁的那个另外一个草莓农场去摘人家草莓的时候，她也偷吃。她说没关系，随便吃。你看这些一般在美国当农民都是有钱人，全都是自己盖的大房子。我有一朋友，他们家以前是开餐馆的，最近呢把那个餐馆倒给他儿子了，然后呢，哎呦，那是只兔子，然后呢跑俄克拉荷马种大麻去了，买了特别大的一片地，种大麻去了。哇，这么大的西红柿啊！这农场是大妈他儿子的，然后他说这农场是他儿子从他爹那儿继承下来的，所以这大妈应该是那个他儿子他爹的继母。那大妈说这以前是个养鸡场，后来那个有大公司把鸡都收购了以后，他们就放垃圾用了。哇，这么多不同的车辆。来吃拉面，不光有拉面，还有盖饭，鳗鱼盖饭。我还是吃这个叉烧肉吧，拉面。前两天我不在家的时候，是谁在屋里拉的屎？嗯，谁拉的屎？
住山上的都是豪宅啊，风景肯定特别好。那么大的房子，Sam，你哆嗦什么？是不是心虚？Stupid。也可以做。你看，人家美国人以为日本的拉面全是用方便面做的，全用方便面做的。你们在日本吃的那个拉面全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都是比这个粗，一看就是现拉出来的，而且汤会更鲜一点，炸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很新鲜。好满足啊，吃了一大碗面，喝了四碗汤，哎呀，回家了。点赞加关注，带您看真实无包装的美国。